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军坚持信息主导、体系建设，坚持自主创新、持续发展，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装备建设取得重大成就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发展道路。关于你提到的154轻型坦克，据我了解，该型坦克已列装部队。